这个凉瓦房子里面嘛，就是撇子、大蒜、孜然、黑胡椒、白胡椒、盐，就那些。鸭子这个里面辣，花糠二十分钟。这个里面放的鸡蛋放的孜然，面粉就那些放的，尽量上面抹给囊中里面上就好了。现在囊坑里面白了，现在茶水已经黑的嘛，现在白了。看一下我这个，现在这个羊肉泡好了，马上磨个鸡蛋，然后囊坑里面装。这个磨的鸡蛋，这个鸡蛋磨完，囊坑里面装。棒棒的。这个水三十公嘛，干的蛮的很嘛，就是温度差不多了。现在囊坑里面调好了，温度是80度，现在嘛80度，现在嘛这个羊正在刮完了以后，一个半小时可以熟了。哟，慢点。说这个，开掉了。那一个半小时以后熟了，我们可以拿来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等待两个小时，咱们新疆维吾尔传统的烤全羊马上出锅了啊！来，我们看看烤的好不好。先看一下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我们新疆的烤全羊吗？喜欢烤全羊，到奶奶这吃烤全羊。来，我尝一尝，香不香？我帮你们尝一下啊。好香啊，又嫩又香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喜欢新疆李奶奶吗？喜欢新疆李奶奶就请大家多点赞、多转发、多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吃烤全羊啊！我们吃烤全羊去喽！